啥你的想是吧？这马是关键，对马是关键，丢个羊不要紧。丢上也关键，这回你是看你包哪个？上下，给他把马撇了。撇了吧，不撇了都不中了，这马都丢了。那看这人穿的可有劲啊！ 他主要是想把局往边摆了，摆了上马，他都想都往下了蹭跑。一共住他城管，他就抓回来。中兵。 看着，抬菜我。给他拼掉。嗯。慢慢别闲事，别闲事。那别闲事，你闲事。吃啥？ 再打他一步，跑，他往底下沉。
这样行了，我一瓶给我搭过来，平得吧，平得吧，吃小鱼。你瞧不进太监来，太监可不好，什么别人家不好。不呗，那你不是不让人家播啊？不让人家播啊？这里不举债，那举准准备往什么摆呢？拆呗。他也不去，那我也不。再来两个锅。不中啊！那就摆到这儿。人家摆老多。摆这儿，我出来就行了。出来吧，出来了。咱走开不行了，中午不能吧，不能吃饭。一顶，给他一打掉，给他打掉，给他杀了算了。不打掉，刨下底儿，下底儿。我下地儿，你进不进来？我进不了吧？你不进去就不中了。跳地下吧。哎，往哪儿跳？踩他的跑。中。你要我踩他的跑。你我就拆他那跑，拆他那就下，哎，吃不了。你去搁那儿，把你给你捋掉了，把你给你都捋掉了。这儿有女跑那个线，女跑还在那边呢。我给我打了他。来这一步，没有用。我这儿谁也不对了。谁也不他出将。出将就出呗。头上来了，头上没啥气了。头上来了，将了。将了，再将。再讲啥去？再讲个事情。其他的事可以。把屎给他抓了吧。哎，你家现在咋抓的？我现在不能抓。只要没有危险的时候都抓。现在不能抓呀。咋不能抓？现在咋抓的？现在抓就是提示不给你弄了。啊、哦。这个回来搁这儿杀他这个。杀个兵吧。那他再下去，不下去他想你想没事了，先杀了再说。他把柱打了。拆他一枪。拆他一枪。再给他一枪吧。你把这屎吃了吧，还是再给他？又不中，那牙都硬了麻了。不中。弄一下，你这儿都吃了可以。
那不要紧。你咋办？双毛将咋会不要紧？我这还有啥事呢？你咋办？给左跑个这，你往哪歪？他往哪歪呀？不能往这歪。哦，能，后头都跑不僵。那不上去了？僵起来了吗？这僵。他这第二跑，这三毛往上走都脱了吧？这个呢？僵。咱先用军饷就行。现在站到这儿都危险，得往里提包子里了。我吃到这儿了，都吃完了泡面。你现在都吃到了？我吃到了泡面。哎，那样不中。摔局又入了，我吃他了不？吃我了不？再吃个俩不？真吃！哎，先杀个包。哎，我僵死了，他下不去，你下不去。不还是不能吃，还是不能吃，我吃了这黑香。